所以我们刚才做过侧边的动作之后，我们现在只是把手放到正前方来，但是做起势之前，想象小皮球吐气沉下去，把一颗篮球往下按，做三次就好。三、二、一。一开始我们觉得身体的起降，但后来呢，我们要觉得身体往后坐下来，手起来，起势，吐气的时候肩膀沉，手肘向前推，做五次，五，四，吸气提到头顶。三，我们想象一下，吸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到底，吐气，七、八、九，直到脚底。我们再做两次，吸起来，吐气。记不清楚一到六、七到九的人，我们只要简单一点，吸，小腹丹田吸进来，一步走到头顶，头顶顶起来，再吐气由头顶由前方落下来，到我们的脚底。好，我们做到最大，我们把刚才的感觉膨胀，让整个球变成像是跟屋顶一样高大的球，吐气下，五，吸起来，四，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球一样膨胀到最大，接下来我们练习到缩到最小，让全身放松，关节放松，从头顶沉下来，来，五，肚子一吸，提供我们上升动力，四，所以我们的当有力胯松的时候，就可以让我们自在的蹲下来，再升起来。三，肚子一吸一提就起来了。二，一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起势大中小的